在台湾，政治总让人感觉复杂，但若能善用，相信它绝对能够发挥为民服务的最大效益。现任台北市社会局局长的江启文是教廷册封的爵士，从就任国大代表到立法委员，他以柔软的身段、坚持的态度，通过许多重要的民生法案，对台湾社会的进步贡献良多。从事政府公职，他也让自己的角色发挥到最大，为许多需要的人们服务。另一位来宾是阳明教养院的孙立珠院长，从事社会工作数十年，江局长眼中的孙院长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公职人员。为了让院内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服务，他研读相关专业，不畏困难，改进工作方法。他的爱与智慧、温柔与坚定，是院童们眼中最棒的妈妈。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两位来宾的分享。生命会走过，故事会留下，让我们透过这些故事，一起用最柔软的心灵探索生命的真理。欢迎收看《生命相对论》，我是邹族的高慧君。白贼亚达乌拉娜，一个社会呢是由非常多的生命族群所组成的。你是否曾经静心的停住下来，观察与你不同的生命族群呢？那社会福利是一个通往共同幸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那今天呢，两位来宾他们就像手拿画笔的画家一样，他们希望社会不是只有黑与白，希望每一个生命族群都有看见彩虹的可能。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台北市社会局的江局长。局长好。你好，慧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介绍我们阳明疗养院的孙院长。孙院长好。你好，慧君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首先哈，我要就是对我的好奇先提出一个，就是局长嘛，大家都认为说是在政坛所谓是官，哈。可是我刚才跟局长聊天，还有我们私底下的一些对谈，我觉得，你还是像在从事教职的那个老师的气质比较多，那比较少有那种官场的一些所谓的大家既定印象的东西。其实政治这两个事情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复杂的，对，它本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局长一直在为这样的事情在努力，对不对？对，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需要去努力的事情。局长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刚讲对了啊，我比较像一个在教育界的人啊。其实我最早就是进入天主教的学校，是在文藻外语，就教导了我开始去面对什么叫做教育啊。是在我们传统的说法，就是说传道授业解惑啊。可是呢，在文藻不一样，文藻它还有另外一个诠释哦啊。他说老师是传达生命喜讯的人。后来我转进政治的时候，还是那份的这个滋养哈，在帮我成长，所以不管什么工作，对，大概都给人家感觉像比较像老师，对，很像老师。而且真的文藻的教育在这方面是真的很有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就是多了一点，就像福音的传达。我妹妹她就是文藻的德文系，我教西班牙文。哇哦，我想学西班牙文。OK， 聊完局长，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院长。你好，院长是之前就是社工嘛，对不对？对。然后后来就决定先结婚生子，先把对该做的事情做完，再继续做自己想努力的事情。其实刚开始只是一份工作，好，那个时候后来就是想说，哎，孩子生完，我们其实可以出来工作，那结果就做到了社会局，哎，那时候做社区工作，一路这样子做下来，其实那时候我很感动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家庭哦，这个爸爸妈妈，爸爸开计程车，然后妈妈这边呢就要照顾他那个生障的孩子，那生障孩子就要到处跑，
那妈妈也不能把他绑起来，那结果呢，他们都不知道有福利，然后爸爸生病也没办法去休息，后来我们就马上帮助他申请一些补助，他们家都能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变。我就觉得说，哇，这份工作真的是很棒哎，帮助一种这个整个全家或者每一个某一个人生命，所以我就喜欢上这一份工作，是这样来的，就一做就做到现在了，就喜欢帮助别人的感觉。因为目前到所有现场分享的来宾，不管他们到在任何辛苦的地方，他们做再辛苦的事情，其实我看到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笑容的。那当然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帮助，一定是要有一些福利，有一些条款让他们可以获得一些帮助，这时候就需要一些政策面的一个推动。那好奇的是，局长，你为什么会从一个教职去决定我要到大家认为很复杂的一个场域里面去做一个争取？完全不是我所能想象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中央党部啊，国民党中央党部，他们大概到南部来找人，是就看上了，看上以后就说要我出来参选啊。对，那个时候参选是国大代表，是也是修宪修改宪法。那我们家里是完全走教育的，对，后来是父母亲啊，还有我先生，他们都讨论过以后觉得他也不完全是政治啊，对，他也很好是一个教育，因为宪法是这个国家的大法，是母法啊，对，有宪法才有办法运作整个国家啊，所以能够有机会修改宪法，那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机会，没错，这个所以就这样子去参选。那在从政之后呢，我发现其实政治是众人之事，没错，对，你如果有这个角色，有这个机会好好的运用，对，那就是公门好修行，真的真的是可以做好事。是，那我本身并不排斥走政治，是，而那个时候啊，因为我在高雄嘛，高雄是我们的主教是善国喜善主教啊，那他呢非常的愿意教友从政，教友从政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福传，对啊，也可以做成就生命的事情。是，我大概每个月我都会去跟善主教，后来他是枢机主教嘛，对，都会去跟他这个见面啊。那他是神师，对，等于是跟我商量，跟我指导，这样走是怎么样啊？对，因为我们不要走偏了路啊。对，那耶稣基督讲的嘛，我是真理、生命和道路，那个道路有很多岔路，哪一个是要小心走？对对对对，所以后来又有机会去选立委，在立法院也有机会去立法，这个立法要能够让政府去执行，对，所以他又更接近那个百姓，所以我也很甘之若饴。其实在立法院或者是在国大代表任内都是在学习，都是终身学习，因为我本身又不是学政治的，但是呢你用这个体恤民情，对，你用宗教信仰的哎去抓住你的方向，然后用这个这些我们神职人员的那种服务精神，对啊，去做大概不太会走偏，而且会做得很开心，因为看你笑得很满足，又很笑得很漂亮，很漂亮，对，笑得很漂亮，就是没有白活了。主要可能是今天有一件也很值得庆祝的事情，我们在录影当天呢，今天此刻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它成立了，通过了。我真的好开心这个法通过，因为如果早一点通过的话，我的外婆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不用经过三次举红牌，举红牌然后这么痛苦的，我们也受苦了，受苦了，但是这个法成立得真好。这个法叫做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那很多都是在末期的病人，是，换言之在医界已经枉然，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有限，对，可是呢生命还在那里，对，那他后段如果是很痛苦啊，或者是绝望，对，甚至于是带着愤怒憎恨
啊，说为什么是我？对，那家人束手无策，这个是不好的。那所以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是为了末期病人，是啊，那让他在后面的那段时间变成是黄金时间，是掌握生命的意义，对，每分每秒。跟家人或者他想要做的事情都能做到啊，他能够很安心的吧？安心就是等于说，生死两相安，对啊，那互道这个再见啊，就是说善终啊，这个善别，对啊，那当然要善生，对，他也可以提前让大家知道我要怎么善生，对，那这个法呢，其实是在2001年通过的，是，那我当时在推这个法，是我在立法院。啊，担任立委的时候，那么这个法已经修过2次，都没有办法修到圆满啊。你也知道，我们国内第一个在推这个法的就是赵可士赵博士，是他的心愿是还有一项一定要做到，就是英文叫 withdraw， 就是把它撤除。是啊，本来是这样，如果是末期病人已经知道，没有办法，两个专科医师鉴定说。真的，我们做不到了，生命没有办法挽救。对，那么他可以选择，他要安宁疗护，对，也可以选择说我不要，给我各种不好的急救。没错，那个就是不予，不要给。对，但是如果都不知道，在医生的这个必须要救命的情况之下，给了很多的插管啊，或者是这个高科技的这个急救啊等等。后来呢，已经面临死亡，连尸斑都爬上来了哈、那这种情形之下，他是不是要给他一个 withdraw 呢？对，就撤除。对。但是这个人他并没有来得及说“我不要”，我不要再给我这种了，是啊，折磨了，那怎么办？就这样拖下去嘛？那个不是帮助拖生命，而是帮助病死。那是一个折磨，很惨。对，那是很大的折磨。所以今天这个法过的，就是说家里面。家族有一个人，他也经过医师判断的，对，就是说他真的还不要他再受苦了，对，那就可以签这个啊，对，这个同意书。那这个法更大的意义是之前的预防啊，比如说像我就先写好了啊，说如果有一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我要接受安宁疗护，了解，那我不要这个急救，是。就是 DNR，然后呢，我也愿意 withdraw。OK，如果是不小心有人这样 withdraw， 我自己决定，生命我自己决定。万一来不及表达这个的时候，对，今天这个法又可以家属来帮助。真的，哎，这个通过以后，这个法是圆满了。真的是太高兴了。其实呢，我们简单的从就是两位他们身上呢挂着笑容，但是一个在政策面上努力，一个在实务上面努力，那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不管是哪个生命族群呢，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有受教权，也有生活的更好的权利，所以社会工作在这个时候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先来看一下一段预下。每个生命都有安心长大的权利，阳明教养院，一个让身心障碍的孩子们能接受教育养育的园地。这里提供的不仅仅是照顾人的生理需求，也同时顾及身心灵的需要，在教育中同样给予尊重、鼓励、建立信心。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特点，老师们鼓励院生发展自身的专长。让人感动的是，这里绝对不因照顾对象而便宜行事，即便这样的照顾需要付出比一般孩子多上10倍甚至100倍的努力，但在院生与工作人员的笑容中，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氛围，以及不放弃每一个生命的爱和努力。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我们那个阳明教养院的一个
个情况。刚才局长有说，在闲谈的时候说，阳明教养院是公立的，所以很多私立的或者是个人或其他的那种单位，或许会有很多最后放弃的，都到院长那边去了。院长要不要聊一聊，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跟目前的一个状况？首先我还是要提一下，我很高兴在阳明教养院这边，我在今年工作五年了，已经满五年了。那其实在阳明教养院这边，五年前我来到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些孩子是陌生的。这些所谓的孩子呢，现在目前就是生理年龄是30岁比较多，但是心智年龄呢大概3岁，是还有平均年龄是3岁。可是这些孩子非常可爱，我们总共有377位，这么多。诚如局长讲的，就是说，对，很多就是无依的孩子，是我做他的妈，局长是他妈妈，你是妈妈，我是法定妈妈，对对对，法定妈妈，我是实际在现场的妈妈，对，那孩子都会叫院长妈妈或者局长妈妈，大概只有73位的孩子是每天通勤的，就是日间 daycare 的那个孩子，其他的200多位孩子全部是360天都在我们院里面。可是我们会要求有父母亲的父母亲要来看，所以我们现在也推动很多的一些方案。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让孩子像一个人一样，就是他能够选择，他能够参与，他能够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的便当哪一种菜色。孩子看不懂字啊，我们就画鸡腿便当，鸡腿。画鱼，他不是吃鱼的便当，或者画一块排骨，他可以吃排骨便当，这样他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去哪里做社会适应去玩，是，所以在生活之中啊，多了很多的一些选择，多了很多的一些他可以参与，比如他可以参与做小帮手，他可以帮老师，就是说，哎，老师那个东西要送去哪里，我帮你送。他们虽然坐了轮椅，可是很高兴。很多人说，像这样的所谓的生命族群，他们很像，失落的天使。对，其实他们有的时候，或许有的时候常在回想，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在关照他们，所谓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来抚慰我们的心。对对对，他们或许没有像一般人是这么的健全，所以必须照顾员要花很大的心力，很大的耐心，甚至要更多的心理层面的那个部分去陪伴，而不是基本上的照料。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做第一线的人真的很辛苦。哎，要不要谈谈就是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真的是我们院里面哈，因为那个重度及重度的孩子占86%，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就你发现孩子会容易呛咳，会容易吞咽困难，就是他有很多吸入性，早期有很多吸入性肺炎的状况，那有很多骨折的情况。为什么一坐到地上就骨折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吓坏了，所以后来家长也说，哎，怎么会你们照顾成这个样子？可是后来我到那边去以后，我就发现说不对，这一定有原因，为什么那么多这种案子？对，我们就跟联合医院阳明医院去合作，针对孩子的那个吞咽的部分做检查，就发现他们真的跟一般人的器官不同，是，所以他们喝水就很容易跑到肺里面变吸入性肺炎。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研发，我们用语言治疗师结合治疗师，就是那个保健科这些医师人员，我们就研发了吞咽困难这个专案。是，然后医院确认之后，我们就提供了，就是说不同的照顾模式。对，所以孩子现在很开心，但是最困难就是说，孩子要每天要福报啊，而且就是说要，就是说给他不同的知识，翻身百味啦。对，好，还有这些孩子呢，也有就是说在吞咽上面，我们要喂食要非常的慢，小心，非常的小口这样子喂，这些是照顾上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孩子是情绪障碍，情绪障碍孩子就是。像有一次，有一天晚上，我都喜欢假日的时候傍晚啊晚上去看，然后就看到有个孩子，哇，一抓了我就抓抱了好紧，我就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反而抱他抱得更紧，我不会推开他，我就抱他，我想他一定有状况，对，我就把他抱紧你说你怎么啦？怎么啦？好，院长妈妈抱紧你，抱紧你这样，因为他爸爸这个礼拜没有来看他。好像类似这些孩子都有一些情绪，像这种情绪障碍的孩子，我们的孩子都不太会表达，所以他就用一些行为来表示。对，那老师不要看到，我就一直跟老师说，你们不要看到孩子有行为状况就认为他有什么问题。对，那你一定要告诉我他是什么因素，我就要鼓励老师去看。当然了，老师的辛苦我们要先看到，真的，要是我不能给老师们爱，老师如何给孩子爱？没错。好，所以老师我也希望就去报道。听说局长妈妈
也很一直在鼓励，就是那个院里面的孩子，就是相信他们是可以的，不管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孩子好喜欢局长妈妈来，真的，局长妈妈也经常来看他们，对，笑容满面，对对。其实啊，我们看到好像他需要很多，我们要给很多，对。但是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居然是被需要的。我们活着就是希望被需要，否则我是一个无用的人。对，那个他给我们的鼓励是大的。那我到社会局来，因为这个丽珠孙院长他是比我早很在社会局相当久，那我是后来才来，我来现在才两年。那时候很快就发现啊，他很特殊啊，因为我自己认为到社会局来做主管，他的领导方式要不一样。就是 servant leadership， 其实这个就是耶稣会里面的最特殊的一种领导啊。你刚才听院长讲，你就可以他身上看到，他做老师的仆人，对，老师做孩子的仆人，对，那就是永远都是 serve，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现在已经不是只有照顾这些这个院童了啊，只是院生啊，他连父母亲都要照顾。对，那父母亲老啦，家长对老啦，所以那时候我来了以后，我就发现啊，他很特殊，因为刚才他讲的吞咽啊，其实是他自己去读硕士，他的论文，他的实务性的研发出来的论文，是，对，所以他们要去找这个 needs 需求，找到以后再来想办法，怎么样使他的需求得到，那个得到又。不能伤害他的生命，是又要用方法，是，所以我看呢，这么辛苦，你这个院生已经越来越大了，对，63岁是最年长的，最年的，对，63岁，父母亲都70-80岁了，对，90几岁那位，对，上山来看是很困难，对，所以他也鼓励，他就说要鼓励祭奠。优良父母，真的这样啊，也是一种鼓励，要鼓励，因为孩子要亲情，对啊，那可是这么难，越来越难照顾的时候，老的老，这个啊，病的病啊，脆的脆啊，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想办法。所以我那时候发现的那个研发是太重要，因为全国都需要有新办法，而且是华人的，对，不是西洋的，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要先卖个关子，是什么法呢？是什么样的办法呢？这样的办法会不会有新的，就是对所谓的社会照顾、社会服务会有新的一个契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都希望鸟儿可以自由的飞翔，但是不是每一只鸟的翅膀都是这么的丰沛。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个机构，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有的时候在你们的经验累积之后，你们会发现说，其实有更多新的方法，一个新的契机，或者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模式，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照顾会变得更好。局长还是院长分享一下所谓的新契机跟转型。因为阳明教养院，我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去过啊。那个时候的第一任院长是我的好朋友，是那时候的都是很小的孩子，所以叫教养院，对啊，要教他嘛啊，再把养他。可是呢，随着时间将近要30年了，这个中间的经验一定很丰富，对，所以呢，正好有很好的院长。那里面又有很好的这个教保人员啊，那这些那个院生也都在那里面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从时间经验整个的累积起来，对的人啊，又是对的领导，那么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这个研发的一个转型啊？那么汇集成一个新的一个研发性的这个分享于。其他的单位的，对，这为什么不能做啊？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啊，他该转型，我们要把那个比较容易照顾的部分，有一半能够请民间来参与，那我们这边仍然是请院长跟副院长来督导哈，让其他的单位都能够来这边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然后把能力散播到需要的地方。对，那这样的就是很大的一个转型。
可是你知道，在公部门要转型，没那么简单，那是有点难，非常辛苦的，扒了几层皮啊。对，而且还要预算呢。是，你看看，要所有的人都愿意，要这些家长也愿意，嗯，哦，还要政府部门组织。对，愿意，然后更重要是议会要认同，对，民意代表一定要认同，对，然后预算要编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开始要走新的，啊，新的这个世纪的一个挑战。我们不能叫它是临床实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生活对生活的一个互相的，嗯，我觉得那也是挑战，就是我对你生命的照顾，但是你生命给我的挑战是什么？我克服了之后，赶快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分享给大家。我的理解是这样，对吗，院长？其实局长刚提到，就是说哈，两个院区比较容易照顾的孩子，是这部分我们就让民间来照顾。对，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比较困难的，哈，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说需要高度技巧方法来照顾的，就由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去做。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举那个吞咽困难这个例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吞咽困难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看到问题，看到有这个状况，吸入性肺炎啊等等，院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开始找医院，跟医院去谈。当然在这个过谈了之后，把孩子送过去照显影剂，发现他有这个状况，而且需要透过那个比较就是不是那么流质的东西，就是半流质的状况去喂它之后，最困难的一个就是员工要去做，对，员工要同意去做调这个快宁宝给孩子，然后要去同意去喂它，而且要慢慢的喂，这些就是要 对，这个就是要沟通，要协调，对 对，所以其实一个机构啊，那么大型的一个机构，我刚去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为什么孩子吃晚饭的时间是4:30而不是5点？太早吃晚饭，晚上肚子饿怎么办？他吃了太多零食，孩子又会发胖。然后那个运动又不够，所以我们就从这个部分开始去跟同仁谈，去沟通。然后是不是能够5点才吃完，延后半小时吃晚饭？光是这个延后半小时，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沟通。对，那鼓励同仁，然后沟通，然后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说好，一定要推动，因为很多人都关心，大家照顾的孩子那么好的工作人员，孩子怎么会有一些状况呢？所以同仁都哦这样子哦，那就大家就去做，就做。然后我们就每个礼拜的院会几乎都颁奖，感谢老师，每个礼拜院会都致赠感谢状。致赠奖状，同仁对同仁致赠奖状，是嘿，就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必须要被鼓励，延后半个小时就表示他能够休息，又往后延半小时，这个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喂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喂食，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有这种热情的，哎，这样的教保人员呢，和照顾员来到啊，是重要的是这个像院长这样的一个主管呢，他必须能够留得住。是，那你要怎么留他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知道这是生命有价值的事情。对，可是那个价值又要跟世俗的价值在这个评比的过程当中，那又不是当场讲的就可以，而是你凭一直的陪伴。所以院长跟他们的陪伴的过程里面，那是最重要的一个感动力量。那会带到心里面去了，当被带到心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的力量就出来了。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样的一个机制它是成立的，它会有什么样的愿景？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愿景？在目前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在民间哈，因为现在爱心很多了，那有这样的给身心障碍的服务的机构也多，是，大型的不多了，大家都小型小型的，那么他们在照顾的过程里面，如果有像阳明教养院这样的一个先前的前驱者，对他的经验传承，对互相交流，就可以很快的就接受到一个帮助，没错，那就可以建立一个网络，对网络，他这边能够有研发，而且能够所谓的培力，对培养力量啊，然后呢给大家的支持，因为这个工作常常会挫折的。那挫折的时候需要一个 supporting， 就是一个支持团体，它形成一个支持团体，所以它那边真的可以叫做教养，
对象不完全是院生了，对，而是所有的我们的工作同仁都可以，也可以给机构，对，让机构来了解说我们要经营这样的一种机构，是所谓的非盈利组织，可是他常常说我没有钱撑下去了，民间都没有捐款，我撑不下去等等，这个地方可以变成是一个爱心的汇集，是让大家看，对，我们在努力。那除了这个以外，这个院生被照顾的呢，他的家庭会更安心的，对，因为你真的知道怎么照顾，对，我教给你啊，帮帮你。可是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一定要有亲情。那种支持，那就是说我们也在形塑一个身心障碍的家庭里面全家一种照顾，是还有孩子活得有尊严，父母亲也不会说羞于告诉人家我有这种孩子，那这个是一个家庭的示范地，是一个身心障碍照顾的示范地，又是一个研发新智能的地方，对，同时还是一个网络建制的一个平台，对，这就是一个转型，没错，这就是从政策面去对去调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经过就是教养院他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知识的累积之后呢，这样成熟的一个照顾的知识，当它变成一个成熟的网络的时候，其实会有像有一些小小的一个单位，它当它无力的时候，这些网络就会把手牵起来，对，今天你掉下去了，我帮你拉起来，今天你掉下去了，我帮你拉起来，大家手拉着手，其实这样的力量又更大了。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回来。其实在社会福利跟社会工作的每一个人当中，他们就很像一个小小的火苗，然后用自己微微的光亮，我们觉得那火苗好小，其实它有的时候往往给的温暖是非常大的。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这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举办的服务串联“好给力，好实在”国际身心障碍者日活动。通过辅具介绍及体验闯关活动，让大众更了解身心障碍者的健康照顾需求及辅具职能。江局长是孩子们的大家长，在政策面给予支持，他们鼓励孩子探索发展兴趣，不管是体育或服务，也让孩子们动手做菜，在工作的成就里享受肯定与掌声。阳明教养院在孙院长的带领下，致力于研究身障者的吞咽困难问题，找出问题及解决方法，同时也希望将这样的照顾方法分享给社会大众，提供民众身障者吞咽困难、用餐辅具及营养摄取等卫教及咨询服务。在社会服务的专业发展上，阳明教养院让我们看到了最美的示范。其实因为我可能从小在部落长大，然后从小神父修女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别人的天使，那我们就说哈，我要怎么做别人的天使？我又不会，我不知道能够帮什么忙。然后就说你每天就跟他讲你好吗？或许在每天的问候当中，我们就达到了情感的建立。那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族群，都需要这样的被关怀、被尊重、被重视，它是存在的。那刚才院长也有说，其实教养院在做的事情是以他需要最好的来做，而不是最方便的方法来做。而且他们必须要有公平参与这个社会的一个权利。就说如果在一个学校里面出现了一个需要就是一个身障生，需要一个身障电梯，可能要500万，然后一个学校要为一个人去盖这样的电梯。这样的思考模式是说，花那么多钱为一个人要吗？还是不要？能不能提一下一些你们的看法跟论述或观点？
是，其实我们院里面哈，孩子像大概局长非常喜欢的一个邱仁杰哈，他就是在整个希腊的特奥里面得到那个奖项，那大家就会问说，那他这样子你觉得值得吗？就为一个孩子这样子，这个孩子看起来是很有潜能，但只有他就是一位，那你们去帮他去做那么多的安排，那么多的训，那么多的人力，其实我觉得那个价值是，这种价值是没有办法用那个就是说金钱来形容的，因为让一个生命他能够发挥他的潜能，然后这个生命他又有机会跟一般人一样公平的去参与，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被肯定了，对对对，他们被肯定了，而不是被埋没在一个角落，好像只是需求人家的照顾。整个大众的一个观念跟价值观，我觉得都要从重新要开始要教育跟建立了，就是我要怎么样教育我的下一代，就是告诉他们说其实他们只是跟我们有些不一样，那你要怎么样给予帮助，那这样的大众教育，局长你认为是从哪里开始着手？对，这个身心障碍不是只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身心障碍，对，老了会残呐，对，残了也会老啊，对，那所以你要这样算这个人口，那我们虽然看起来四肢健全，我们怎么可以说我是 100% 的，对，是不残，对，不可能，我们都有爱，这个障碍的爱，对，所以要营造一个有爱无爱，有爱有 love 没有障碍的这个环境的话呢，身心障碍这个工作就是建立这个友善的一个环境的主要工作。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电梯，它是一个好的教育，对，它这个教育就存在那里，那么学校里面有身心障碍的孩子，那他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学习，对，因为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你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知识，有很多这个演算，但是人的学习，做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懂得怎么尊敬人，是让人活得像个人，是，那这个是在学校里面该有的，对，这个是无形的教育，对，太值得了，对，那所以在台北市愿意在很多该有的无障碍环境的地方我们都设啊，你就拿说立体盘公车，立体盘公车可以照顾眼睛看不见的，对，可以坐车啊，司机那么的友善，坐轮椅的啊，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坐进去，对，那友善的这个立体盘公车让他的轮椅上去，让人走上去都不会觉得说就是不给我设的，对，就是把我排挤的，这就是歧视的，对，哎，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谦卑的把这样的人尊为这个啊这个尊贵的人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不太容易去为恶，所以说我们说教育不是只有在学校，对，教育在尤其是社会福利啊，所以你刚才听孙院长所讲的，对，我们都在讲 how to serve， 对，而比较说 how to give money， 对，因为给了钱他不会没有得到他该有的一个照顾，那个照顾是什么，是有爱的，对，钱不等于爱，没错，所以说有这个无障碍的电梯为什么不好，那才是人性尊严的最高提升，对，所以整个政府他所要做的政策是在这方面，对，而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展啊，对，这个就是，所以我也觉得可能也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谈呢，告诉我们的国人啊，对于政府的这些工作人员、公务人员，有时候他也需要尊严的，他这个尊严是你要 treasure 他，你要知道他很愿意为众人服务，是，他也在做牺牲，所以其实政府也在努力了，前线人员也在努力了，那其实更要努力的我觉得是每一个在温暖的家庭的每一个人，如果你有小孩，然后你是爸爸妈妈，你或许要教导小朋友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光是台湾就这么多族群的人，他们跟我们的生命的历程不一样，他们缺少的跟我们不一样，那就跟我们不同，可是身残心不残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最怕就是心残了，对，空有那个漂亮的外壳的时候会觉得好可惜，对，你没有利用好你自己的那个能力，
那我现在要请局长妈妈讲一下你眼中的就是院长妈妈最让你感动，有没有让你感动记忆深刻的小小的故事？就从他平常在怎么称呼这个院生啊，他称呼院生是心肝宝贝，他叫他们叫心肝宝贝，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不是叫你啊，像学校的老师某某同学啊几号啊，对啊，或者是不是就叫心肝宝贝，这个是最感人的啊。另外就是他只要去他那个单位去访问过的人呢，没有人不五体投地的。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做不到？当很多人都说我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他要做到。是哦，他而且做了5年呢，而且他还笑眯眯的做到笑眯眯。而且刚才院长跟我讲说，慧君你有机会你一定要来，你来看看，你会发现他们都好可爱。对不对？对，我们孩子会很爱你，因为你很漂亮，是吗？对，我们孩子可是会见色忘友。那我要带我妹妹一起去，那更漂亮的，跟你一样漂亮。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爱，其实我一直强调它并不难，其实爱好简单，就这么简单。院长一句心肝宝贝，其实那个不是一个什么实际的服务的例子，而是那是发自内心的爱。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社工人员呢，在社会服务工作是第一线，那他们必须要自己是一个发光体，因为争取社会福利毕竟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看到说那是少数人的福利，对，所以要如何说服多数人说这是必须要存在，这是非常辛苦的事情，还好天主的大爱在后面帮你加持。所以我们来聊一下挫折，来聊一下挫折。院长，对啊，就是刚我提到的这个老人家，你就看到他那个生命一直在衰退，一直要消失的时候，可是就没有那个助力可以帮他。那我们身为所谓的政府的社会工作员，居然无力去帮助一个即将生命垂危的一个老人家，那种挫折是很大的耶。对。那我在做什么？我当然就去找局长啊。我说局长，你是台北市社会福利的管社会福利的，现在有个老人家快死了，你救不救？他说当然救啊，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想说他没有讲当然救，他只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想说那我就去，即使要离职我就离职了，我就不做了，这样我做社会工作员不能帮助老人家，那我就不做算了。就到了局长办公室，没想到局长就蔡局长他就找了那个这个社会福利的那个科长，就说孙督导要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我说天哪，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这老人家医好他的脚要这个要多少钱？结果后来他们就是那个科长，后来局长这样一个命令，他就说：“好，我先给你3万块，那你多退少补。”我说：“好，这可以。”就马上把老人家用钱带去挂号。那个时候70几年的时候，是带挂号了以后呢，就医生就开始帮他看，就说他糖尿病。就这个老人家后来被医好了，医好了以后就带到那个湾桥的那个荣民之家去。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后来我发现，其实70几年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各种的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参加各种研讨会，我们就去争取要改法令，对，要改一些50几年60几年年代那个法令，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一直在那个什么。我觉得很高兴今天听到局长就是那个社会福利的推手，很棒耶。而且对，我们也很高兴从今天的谈话跟刚刚那个院长分享的例子来看，我们这些年我们的社会福利的那个进步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善知识的一个传达，就慢慢的进步了，我们不再自私，不再因为我们用钱去衡量他的疾病，而是用说好，那我们该怎么样去保护他，我们赶快去保护他。那当然在这个后面能够这样进步，要推动法条是很辛苦的事情，对，而且有26条在局长手上是
推出来，推出来的，每一个都像孩子一样，对不对？要不要分享一下辛苦跟快乐？在到这个立法院工作之前啊，我是在高雄市做社会局长。那也就是因为在社会局跟社工们在一块啊，然后呢直接陪着他们去做社工，那就是因为可能是天主有安排吧，让我这样的历练那样的历练，然后斗起来。所以在立法院里面做了一点事情，也不多了啊，就是能做什么做什么。如果说要讲到这个哪些法可以帮忙，是觉得哈，第一个要有志工，对，一定要有志工系统，因为政府从这个庞大这个万能要改成精致小而美。那换言之说，政府的人员不能够无限制的给啊，那就怎么办呢？你要发扬善力，所以志愿服务法一定要立。所以我们那个法通过的时候是全世界第二个立法的啊。那后来又看到有一些最弱势的，就是罕见疾病。对，罕见疾病那真的是医生都不可能救。我就举一个黏多糖宝宝。黏多糖宝宝就是你吃东西下去，那个黏多糖不会消化，那它就是累积到所有的器官，最后就走了。要怎么样帮助它呢？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只有荷兰有一家牛奶公司，他们出来的那个牛奶是为黏多糖宝宝做的，所以我们要去买。那个一罐牛奶是10000块。哇哦，那可以吃7天而已，对不对？那我们希望立法给黏多糖宝宝有这个福利，是。那立法委员不能接受啦，一罐要10000块，对。那你这样子全民健保这样，你让你被这样用还得了？可是我告诉他什么叫罕病，罕病在美国的定义是50万人里面才有一个的，对。20万人才有一个的，这个才叫罕病，是。不多呀，对。那他们是特殊的。特殊，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做一些基因上的研究，然后研发出来是不是可以帮助其他的，对。加上我们国家，那时候我就游说其他立委了啊，说我们国家没有邦交，因为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对。但是我们进入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话，我们加入，因为我们医疗的那种爱心跟高层次的服务的话呢，我们加入网络。今年我们全世界开会。我们台湾认养一个，我们认养专门研究某一种病，是。那么美国研究2个啊，日本这样变成一个世界的医疗网，对，没错，可以突破外交，可以造福人类，对。所以一个一个去游说，终于让我通过，啊，那当然通过，第一次通过那是新法嘛，都还要再调，所以罕见疾病基金会那时候非常开心哦，是。那这个法是亚洲第一个立的，所以我在想。在这个我们的人生价值当中啊，其实就是仰赖天主了，对啊，然后呢，从我们的工作上面去发挥天主的光啊，那或许这样子，也许会觉得不会后悔走这一招啊。是，我到现在还觉得做的还要做好多事情啊，那也不晓得是不是还要我做。是，不过我们还需要你帮我们做，很开心。我们说跟院长哈细手，我们像形同姐妹，是在做这样的工作。院长，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祝福的话，跟你的愿景。是，那个这么多年的社会工作，即使是做院长，我觉得还是我把它用社会工作方法一直在做。那其实困难很多，但是我从以前30年前看现在进步很快，我就发现就是说其实。时间还有改变都一直在，就是说时间也是一种改变的一个方法。对，那一直在，就是社会一直在进步，我们看到这个，所以其实我自己更希望，就是说在整个就是助人、帮助这些人的过程中，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慢慢会有一些趋势性的那个一些服务措施。对，当人发生困难的时候，一方面防止困难发生，其实能够让困难在发生的时候马上能够得到帮助。没错，那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我想局长这边再继续带领我们的话，我们会可以做得更好。是他们在带领我，也能够做更多的一些服务。其实呢，从两位就是笑容满面，其实工作辛苦的两位大姐姐身上，其实我看到的
就是一直在伸出付出的手的两位天使。或许或许还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完成，很多的事情还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但是慧君要强调一句话，其实帮忙帮助跟服务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的难，付出是一种很甜美的获得，你的一双手可以牵起他的手，当他的手牵起别人的手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的爱心网络就会越来越扎实。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局长、学院长，谢谢。